大家好，我是 YY 主播夏天，给大家录制一首歌《独白情歌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给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本来说好不去送你的，但最后一刻还是赶去火车站了。夜里不适合听那首歌，因为了解思念是那种颜色。听说你去的地方很热，我却在这里体会冷冷的苦涩。没错，是我先喜欢你的，所以可能并不是你的什么，但项链还是送出去了。你一般在我脖子上，你不晓得，希望把想对你说的话都写成歌，可老子一片空白，不知为何。情人和朋友往往只有一步之隔，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跨越这条河。爱我在车站看到的他又是谁呢？看到他是身体是去拒绝了，也许不该把问题想得如此苛刻，只能装作你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。夜里不适合听那首歌，因为了解思念是那种颜色。听说你去的地方很热，我却在这里体会冷冷的苦涩。没错，是我先喜欢你的，所以可能并不是你的什么，但项链还是送出去了。你一般在我脖子上，你不晓得，希望把想对你说的话都写成歌，可老子一片空白，不知为何。情人和朋友往往只有一步之隔，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跨越这条河。爱我在车站看到的他又是谁呢？看到他是身体是去拒绝了，也许不该把问题想得如此苛刻，只能装作你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。希望把想对你说的话都写成歌，可老子一片空白，不知为何。情人和朋友往往只有一步之隔，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跨越这条河。爱我在车站看到的他又是谁呢？看到他是身体是去拒绝了，也许不该把问题想得如此苛刻，只能装作你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。没有权利计较什么，我只有权利去傻傻爱你了，就是为你写歌。